时装秀，盼望着，盼望着，今年的冬季铁路时装秀终于拉开帷幕。貂皮大衣永远是优雅的代名词，有貂相伴的女子会在这个冬季开出时尚的花朵。她们粉的像人间水蜜桃，蓝的像传世翡翠玉，再搭配色彩斑斓的长裙，尽显东方时装的雍容大度。啊，你赢了，你真的赢了。造型怎么突然照镜子看好浮夸、啊、你才知道你的这个也很浮夸、啊、你的帽子不会戴全程吗？我想要戴全程。真的假的？可以啊，我头会冷。第二位，看他一袭白衣，衣裙熠熠如月华流动，倾泻于地、哦、仿若世外仙子转世。你怎么穿古装呢？好、啊、萧竹笛。竹笛，我挨着我老板竹笛界的顶流朱迪。朱迪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三号模特，是优雅的踢踏舞王。所以何老师，你今天是一个踢踏舞王，最年轻的踢踏舞王。舞衣不仅衬托出舞者的独特气质，还显现了舞者的曲线身段。长裤边设计的流苏是这款舞衣的点睛之笔，这个甩起来应该很漂亮。你们俩的脸文艺生活就是看我表演吗？啊，真的太冷了，再不开始我要睡着了。你还好，你穿那么暖，我们俩都早早的把衣服脱了。我就是因为暖我才想睡。啊，是吗？你居然暖到想你太过分了。我们三也太卑微了吧。也没人管我们。所以今天我变成了一个浮夸的人。你不是浮夸，你是艺术家。艺术家，但是你非常有钱，你是那种，你就照着霍尊演就行。行不形象？